真的要控制没控制，想辅助在这个段位还是带干扰越塔比较好，三个人带个干扰越下路塔，这不轻轻松松的事情吗？黄刀那种东西，黄刀宝石流这种东西，嗯，它只有两个，我真的感觉黄刀宝石流只有廉颇、孙策这两个英雄配，其他人真的不要这样玩，没资格这样玩，好不好？哎，心累。我再说一遍，黄刀宝石流这个音这个东西只有廉颇跟孙策，啊，孙策只有我在说，廉颇是全网在说啊，但我觉得孙策是可以的，其他的不要搞。白起呢不合适，大哥们真的不合适。兰陵王也不合适，你兰陵王你大部分时间需要你隐身，不要暴露视野，去给对方 C 位制造压力，你一天到晚拿这个黄刀宝石在线上补兵，成何体统？那你还叫什么隐身？那你干脆把那个被动给删了吧，懂吧？嗯，他其他的那种鱼可以，鱼不行，鱼清兵太慢了。你那个黄刀宝石他想加经济，想有那个效果，是必须技能把尾兵给补了的。大哥们，你别一天到晚就学个皮毛，然后就非要套在英雄上面用，用不出来的。嗯，你得能把刀给补了，你把刀补了的英雄可以这么搞。那我自己想了一下，廉颇一二一补得掉，你孙策一技能二技能二技能二技能绝对也补得掉一刀一波兵，好吧？你其他的要磨磨唧唧的补，不一定补得了。你就比如说鱼要慢慢震，要把兵线卡在那里给你震，他不干脆。什么是黄刀宝石流？是黄刀宝石流就是加钱，好吧？你如果这个辅助带着一手惩戒出的黄刀加宝石，它可以提升队友 30% 的经济，好吧？大概 30%， 百分多少忘了，反正它就是能快速让一个人起来，但是前提是他得补得到兵，你补不到一切都化为就是没有意义，好吧？今天修复了，用不了了，对吧？那太好了，那终于是没人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了。项羽好补，项羽怎么好补啊，大哥？你项羽，你要补就是那种，你队友动都不动一下，你把兵线全部抢了，站在旁边发呆就好了，我觉得这个叫好补。你觉得呢？啊，别的都是花的。什么意思呀，大哥们？对，没射手吗？好烦啊，讲话去了，我也不知道谁跟我对线。他们这没有射手的阵容后面怎么打呀？跑去支援了，掏个药包吧。这捡了个药包，掉了半管血，我真太爱了，兄弟们。
我不管他们了呀，我推我的塔。真的用这个皮肤挺好的啊。这个皮肤真的我觉得是狄仁杰里面最好用的皮肤了，你自己用就知道了，好吧兄弟们，自己感受一下这个皮肤到底好不好用，比什么超，就是你不要总是觉得便宜的不好用，好吧，我们为了赢，好不好，这追求什么美观，电子竞技更快更强，这个皮肤它就符合要求，更快并且它更强，明白吗？别跟我说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。我看谁不用，谁玩狄仁杰不用这个皮肤啊？用过都说好。你直接把他给压没了。这不是新手关羽，他搁这花里胡哨，顶不到两下。这关羽挺逗的。鹰眼统帅手感不棒棒吗？这个真的棒棒，好吧，你用一次就知道了。我原来真的不太喜欢玩狄仁杰的。自从我用过这个皮肤后，我天天玩狄仁杰。最近在直播间，应该是大家发现了吧？我每天都会打一把狄仁杰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因为我发现了这个皮肤真的好用，好吧？我自从用了这个皮肤，我的大招命中率最起码提高了20%，无论你信不信。这也脱？这是半生皮肤，大哥。这感觉皮肤碎片有的时候都能换的呀，过分了吧？我真是一手好物推荐被你说成托，不合适吧，大哥？好贵，这半生皮肤，不是皮肤碎片都可以换吗？得走了吧，估计要来人治我了。这皮肤你的活动直接拿的，是啊，你直接搞一手皮肤加10点攻击力就行了呀。哇，提前赚，牛啊大哥。尴尬，小撤两步。吃两个药包，这打的也，这真是把刚才别人坑我的又还给我了呀，这一把是，对吧？这把又是娜可露露呀，这不就把刚才那一把就还给我了？我怎么去哪我都畅通无阻的呀，这哇好炸大哥，刚才差点把关羽杀了，队友没跟，我感觉对面人也无心恋战，你觉得呢？好吧，他们这个气势都已经被打没了，但我觉得我们辅助好像有点玩的有点花了。
嗯哼，啊，他去吧，嗯，腿中。上面两个人在嬉戏啊，兄弟们，搁闹半天。啊，他失误了呀，他这谁都没打到，这不直接蹲了个寂寞。可以推下了吧，推中咯。哎，有刘禅就是猛啊，强拆都拆了。击飞有没有？飞他 ，nice， 我的宝儿，别炸我。哎，好，反打。哎，好。哎哎哎，拉扯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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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，哎，好好好。是吧，拉扯，兄弟们，虽然有点脚手忙脚乱的，但是我们还是打出相应的操作了，拉扯。嗯，所以说作为一个高端玩家必须会拉扯。那打暴君吧，这都把下个蓝都打出来了。这个镜好像比我的丝滑一点，兄弟们，他这个大招刮得挺快的。我想把下路直接推了，好吧，顶着这个防御塔把下路给拿了。Nice。完了，他们要拿主宰了，想过去与之一战。这个人应该倒了吧？啊，他倒了，推上就行了，谁都救不了他呀，这个位置他带这么深，跳也跳不走，那个露露还是没有露头，把这个打了后打个鸟，还想带一波，但我必须有我的队友跟着我一起啊，不在里面。好，他们都在中路露头了，踩了一波全空，一个大招挂了两个，我这边正抽一排打了个寂寞，
二技能丢早了。哎，拉扯，啊，拉拉拉拉拉。他，这，啊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这个二技能加的，哎，我加这个鬼二技能干嘛？哎呦，真的是憨，真是激痛我。好家伙，输出是不是应该够了呀？我们直接两件肉装吧，感觉这把也没什么人保我，他们铁定是要切我的，直接两件肉装做出来。你别送啊。哎，大哥，这一波你的操作是没有操作，好，哎，又不好，我去拿个。等魔女啊，你是不是要不要稳稳的先拿个八宝君，开八宝君吧。急不得，急不得。哇，大哥，不是吧？我这头出，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，我盯到他，他一刀把我秒了，我真的服了我。怎么现在的边路是又菜又喜欢甩锅呢？他这他也怪我，我都不知道他怪我干嘛。哎，又没了。我都把下路打穿了，他在这里叫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